今日出来无伊就该笑对个，乃是啊，咱清水尊严修习庆赞中原普渡法会，是咱呐啊，要来往到这个黄兴城中，记出啦，黄兴城中众位高魂呐，十方神方啊，请四神二高啊，不免拜个三宝，往到黄兴城里去啊！这个地水就是讲咱用世间，那、啊、这个啊，算最恶最毒啦，徛在落空，真正最歹代志的，我会听遐的，拢啊，拍落这个地水，往到地去受苦。
此地哈，唔是烧金求流的所在。哦，对，唔是啊。嘿，啊，即马献了金文财宝，面要发白，红到后一关二两。这个浑水关，浑水关前啊，啊，讲就是啊，这个银富另外头一关，将那过去吼，就是要来到银富路头了，那不是求烧金求流的所在，献了金文啊，并要发红包一关二元。真灵啊！这个真正和观唱人的所在，因为正是这个基顶啊，基顶啊，了，就是这个观音菩萨是啊，伫咧修行的所在。没错，大烧经大向前拜，以观音去的天。Thank you.
观音菩萨拜一遍啦，求了往生就一本，往家后一本二行。拜了观音佛祖，来到此地啦，这个叫做北部殿。北部殿就是讲咱用世间啊，这个富贵贫穷吼，同时来遮探花，看卖啊，讲咱的富贵最好顶的人啊，金银财宝啦，货品啊，粮食就是较侪。咱若是讲最歹的人咧，来到遮吼，货品、粮食、金银财宝就会较少。所以讲此地。啊，毋是烧金交流的所在啦，因为拍国台咧咧敲电话吼，所以讲吼，啊封了这个佛头啦，献了金文，讲到一关二行。花光花薄在此来，这个所在就是讲啊，咱用世间这个走人啊，要生囝，吼，不管生查甫生查某，爱来遮看人的花丛，看人的花蕊，哦，花丛清气，花蕊伶俐，生出来囝就是白泡泡的芋芋鸡，所以此地吼，嘛不是烧钱交流的所在，对啦，我核心会生囝的，所以讲这个叫吼，爱放了经文呐。明天好跑，我告诉你哟。一个讲做拉钱山，甲这个跨钱山。拉钱山吼，就是刚刚用世间之灵来咧修行这个经文在过的时阵吼，啊，行好多起昏蒙蒙啦。所以拉钱吼，这个车啊啦，啊是用铁箍伫遐拉。拉。拉落就破去啦。拉破一张，大家才大概过一张。这破拉这。跨钱山啦，拉钱山就是讲行好点袂多，当运下即油的啦，有迄吼，当袂济啊，要运迄番啊油的啦，顶油的啦，运下会分分担，好硬硬，这嘛是同款，来到遮吼，这油若滴着一张，就是爱补一张，这嘛是要先久留的所在，现了金门面的发泡，往到一块里面。这小话来讲，名扬三江口啦。来到此地就是讲，烧酒袂使阁停魂驾雾啊。这个法门嘛无多徛咯。爱步行的去阴间啦，啊来探往到这个王师城就是可能。所以啊，此地过去了就要用行的啦，吼，明了经文发了发炮，往到一关里去。沉沉啦，真正恐怖的所在，面顶写着三字，正是这个鬼门关。鬼门关上
看到足侪这大鬼小鬼啦，嘿，徛伫这个面顶，嘿，所以小金大只大表叔，你是海关。半三更啊，啥物人来到鬼门关下头卡？伫咧搞好法哩叫？无人比丘前来，都是你有何事情诶？我来救着啊！俺这个千岁尊娘，诶，大侠众神是男女认定，修习庆赞良缘，普度发挥啦。为着要救出这个男女孤魂的杂心生业，过你的鬼门关。对，过我鬼门关是真简单啊！啊，那简单。我写楼顶吼。有一个百变的，写到今无五字，你先落禀四库，就爱改一条公名叫做化肥有你过。念起这个神啊，禀四库，请这个鬼将，这个党起来，我小心的来。讲到这个神啊，禀四库啊，讲到这个三字，
讲了因时间的关系啦，所以吼、哦，三里这个新路平时到改天门是打开了鬼门关了。我连新厝平边啊，咱这吼种兄弟有我边一个啦，天好将收，不必身体健康啊，万事如意。对，我拍开鬼门关给你过。哦，此地吼、哦，可能是打开鬼门关，不是烧酒交流的所在啦。不是啦，嘿啦，我提一个钱给你。哦，安尼哦。献了这个经文，明了发炮，广告就管你了。好。就是这个阴府的奈何桥，奈何桥上有头马面两个将军在咧变手啦，嘿，有头马面将军出十海关。三鸡米半，米半三鸡，什么人来讲奈何桥同胞你名字啊？小金就是帮人比丘，都是有何事情呢？啊，为着咱清水庄严华众神神南路认定修习庆赞殿元普度发挥。啊，这个二十案啦，要来帮广告这个王氏城，就是可轮出可轮啦。那是安尼，你要过奈何桥，方知影我奈何桥的规矩啊？奈何桥有啥规矩？叫你惊何惊伊桥，还不好归港边心里错，怕会送你滚。若是如此，将我慢慢听说。啊明了发炮，广大就管你行。
三条路上是臭青青，不比哪一条王到这个啦，王四的城池啦。看伊前面是这个老土地背光，老土地背光起秀的啊，好啦，好啦，啊，什么人够伊嘞？也无人比丘真爱，都是伊有好事情嘞。对啊，这个清水庄严大啊，众生信男女人定修是庆赞中南普陀发挥。啊，这个李三安哈，啊，这个拍破这个王四城，救出王四城中高分人，早是金身界。啊，真姐啊，安那样？啊，一路上劝人好，啊，劝人义，劝人用，谈讲不好，讲不义啊。啊，一路上你安尼嘛，讲我一个嘛。安尼，你动起动过，小心就慢慢讲。来耶！搞一个上面去到台中呢，啊，无你要搞一个，吓，你只做林密路去到台中上车了，就较麻烦。安尼嘛袂使，无袂使吼，无啦，我是讲要来苹果，苹果公公的意思。好了，啊有煞无？咿呀咿呀，
啊，坑人好，坑人伊，坑清清楚楚，明明楚楚，几点落印来啊？咱东边唔通行咧，好、哦，西边不过去。我知。中央这条路直到洪都的洪溪城。无啥骗你啊！无骗你。去了。端看正是这个唐门关，唐门关乃是五朝全国的镇守，导向唐门五朝全国是海关。这位人来到我五朝全国的唐门关，通过你庙里，灵山来把人逼逼正是。大道士你有何贵事？来到家了，那是咱清水尊严，罗汉神仙南路领定修习品禅庄园普渡发挥，啊，要来救出这个王氏城中孤魂来出土轮呐。啊，要叫出孤魂来出孤魂、啊，正是。你当门官神速呀，我唔敢神鬼啦。你家己拍开这当门官之后，可以对孤魂查查小心。白小金两弟和白金兰打开当门。点这个高魂顶上，来到此地，观看是南门关呐。哪有好得到神一个定修，哪有真好得到神开关？什么人来过这南门关铜玻璃庙里？人生不能比丢进来，都是有好事情的。老师啊，遇到这个啊，请注意千万两大神仙难入人定，修习庆尊中元普渡发挥啦！啊，要来救出这公司城中高魂顶上砸钉新怪，砸钉新怪，这南门关前所未闻，不敢轻开啊！有王这尊者，人气吼，这八宝金人，八宝金人，哎，打开南门关嘞！台小金的八宝金人，打开南门关。在镇守啦，啊！我听讲伊无伫个，有这个金刚在镇守，金刚速速开关，阿弥陀佛啦！无量寿佛啦！啊，什么人来到我这西门关通报你的庙里啊？人生不能比丘尽来，到此一游何时休？遇到这个清水尊严大法神仙南路林顶，修习的庆赞中元普渡法会，来救赎这个王氏城中高雄的顶峰炸顶神界。你讲过什么香？感谢抢一个干面，安尼无好啦。人讲吼，来到这西门关的城外啦，对啊。啊，收起这十个月开开，好大吼，咱老母啊吼用了本钱，叫我跨开西门关。若是如此，请着同去老哥，听小弟讲啦。Thank you.
参了讲啊，这个城中啊，包袱嘛已经无多无轻啦，嘿啊，对对得起爸母的下衰啦。所以讲，今请这个金同师兄吼，啊，从这个西门关来拍开，互相真会当经过。哦，发师弟来做礼貌，好拍摄一个。嘿，无安尼啦，你两兄弟吼，进步真快，来拍开西门关互人过。哦，太小心两兄弟啊，进步真快，拍开西门关。变高云顶上，来个慈地观看，正是这个百门关。北门关吼，我们就是咱这个地府啊，上怕的迄个空山魔鬼在镇守。大向前，但是空山魔鬼是台湾。啥物人遮好大胆叫我空中啊？啊，灵山的五连 BQ 前来。啊，都是你我事情啊。当然来到遮吼，就是咱清水寺平岩啦，罗哈神仙南路林顶，一年一届的中原普渡法会啦。去年我才过来。明年我买过来，来到这吼，我叫到这个高云，在顶上扎心生根。你等年来对不？对啦。我那个等嘛，叫你拍怪的。对。安尼啦，你要去三宝金门，家己拍开这北门关。哎，我两去三宝金门拍开北门关。永登的歌千千万万万万千千的恭喜大运啊！太小姐，
啊，念了这个往生心就出来，叫做观音中茶灵神殿。新酒啦，已经到了这个啊，安溪城了，安溪无魂杂丁神界，逍遥自在，一定不要小心啦，怕怕安溪城了。